微波20秒，热腾腾包子出炉。连锁超商不只有蒸笼包子，现在还推出微波香肠挂包。挂包毕竟也是可能夜市才买得到，就想尝鲜吧。因为挂包毕竟就是很少见，就是在便利商店第一个推出，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想要吃看看。这种微波的可以马上就是加热，然后就带走。如果赶时间的话，蛮方便的。里头除了香肠，还有经典台式酸菜和花生粉。但和现做的相比，微波款的外皮口感稍微硬了一些。那一款微波炭火烧肉包，内馅烧肉用炭火烧烤，月销超过20万颗。台湾人爱吃包子，排行榜来看，鲜肉包最受欢迎，鲜笋肉包和港式叉烧包也很夯。统计起来，超商一年可以卖出700万颗，但有业者推出台菜联名款。限量选用经典麻婆豆腐，也有宫保鸡丁和樱花虾口味。饭团便当主打台式好下饭，让上班族好带着走。超商变出新花样，抓紧台湾人的胃。三立新闻胡克强、邱小倩台报道。